连长，咱们现在能发一块试试吗？可以。它需要在什么特殊的地方才能用吗？不需要，我们这个翻译罐体积比较小，非常便携，而且基本上适用于所有的地形。就是在这儿就能发。对。那行，那咱俩试试现在。好，你教教我。好的。首先要把这个黑色的保护盖取下来。哦。在葛连长手把手的指导下，杨恒第一次拉开了发烟罐的起爆阀。我提了啊，三二一。别看这个罐子挺小的，但是这烟还挺浓的哈。对。如果是下雨天发的话，有影响吗？如果不是那样瓢泼大雨的话，都不影响我们这个发烟罐的这个出烟。哦，都能正常出是吗？对。